配菜。腌制好鸡腿丢入滚烫油锅，炸到金黄，捞出静置，还没开门已经有人排队。阿伯开店来买哦。客人乖乖耐心等候，因为鸡腿便当价格太佛心，一个只卖59元。今麦无得买啊，俗啊啦！啊，这港台俗，看想要紧啊！以现在目前为止，90几块、100块都有。店家佛心呐、啊！高雄小港炸鸡店斜杠卖便当，红萝卜、高丽菜、荷包蛋三配菜加鸡腿，吃不够还可以加价购。你加30块可以再多一点几块。你没听错，多加30块，89元，升级双鸡腿，配菜也多一样，炒洋葱。业者看准小港工厂多，用铜板价打入便当市场。坦白说也没什么利润，工厂区居多，所以我们卖的价钱都比较低。如果跟外面一样，我们的竞争相对就比较大。除了小港，男子区也有便当店，中午时间大排长龙，四个配菜加鸡腿，这样一个便当60元。如果便当内不止鸡腿，再加排骨跟香肠，也是百元有找。铜板价吃便当，成为小资族的大确幸。三立新闻黄志忠会。